我已经准备好了，快点去片啦。准备好啲咩啊 ，Angel？ 纸同埋笔咯。做咩啊？你同 Vinny 做访问啊嘛，我要抹低佢啲汗啊，招数啦。哎呀，边抹边睇，边度睇得开心噶？同埋今集咧 ，Rainy 就系同啲 fans 咧倾偈啊，玩下游戏咁样，唔系教啲可爱秘技啊。既然系咁，我哋专心一齐睇啊！哇，好嘢啊！很好，好真。嗱，都話你喺香港好受歡迎啦，一定要喺香港開演唱會啊！我好想啊！好想係嘛？閃閃係啊！閃閃啊嗱，我想問你哋，你覺得 Rainy 唱歌好唔好聽先？好聽，好聽對不對？嚇嗱，我覺得咧，你唱歌好大嘅進步啦。其實你有冇揾啲老師教過你？有冇苦練過嘅咧？完全冇。完全冇啊！嚇！我覺得有時候。好像做这一行很多东西是要靠经验的，对。那我觉得五张专辑下来，录音的时候会学到东西，然后现场表演也会学到东西，因为有一些地方，有些场合可能它的音响很差，但是你还是要有完美的表演，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下来，其实也是有训练到，然后就一定会慢慢的进步。但是有些时候唱情歌的时候，你要有一些经验，对 对，可能有一些爱情的伤害，才能唱的这个感情出来。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其实我倒没有像自己歌曲那样子的歌词这么悲惨过，但是爱情的经历一定有的，所以。的确也是会因为自己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就有一些新的经历，然后会有新的感受。其实唱起情歌来的确真的是比以前十几岁的时候的表现好，因为十几岁的时候可能是去想象的嘛，但是现在可能你真实有经历过。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啊？问你最近有没有心仪的对象啊？冇有有冇冇冇冇最近冇最近冇之前呢哇你哋好关心我关心我关心啊系关心关心关心之前真的有真的是觉得还不错就如果谈恋爱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人选这样可是因为我没有很主动然后对方也完全好像感觉他好像对我没意思吧所以我们没有联络了还有没有时间因为爱情你要时间去再跟慢慢开始对要很有空的时候你才会想那么多所以就又有一点可惜可是又觉得还好因为我永远都是觉得下一个会更好冷冷的空气很窒息我无法呼吸一万颗与地的距离很彻底让爱消失无息离开你我安静的城里不愿揭晓的剧情我的泪留在心里学会放弃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让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神奇想出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时间差不多这样了差不多这样了不要看啊不要看啊不要看好我看看先哇这个什么来的
哑晒啊，哑晒，哑晒，哑晒，我猜是词穷的意思。咩词穷？词穷就是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哦，词穷咁样。都啱啱，哑晒意思系无言以对，无话可说，就系哑晒。好嘢喎，一分。好啊，犀利啊，醒目啊，醒目啊，醒目啊，再嚟啊，呢个啊，呢个，哇，呢个逼你拣。我有印象。呢个啊，吃。我，哎呀，我之前拍戏的时候啊，因为我跟一些香港艺人一起合作嘛，他们有讲到这个，我忘了。好，你哋帮佢答，吃点解？吃。吃即係咧，又輕好輕鬆嘅，即係玩下玩下咁。差唔多啦，就唔係好啱。即係 hea 即係做呢啲無聊的東西，就是在中啊都冇跟你聊啊，就沒有什麼目的啊。哦，像台灣就是說哈拉。哈拉差不多，係咪？差不多，對，差不多。嚇 hea 啊呢個，好嚟多一張啦，最後一張啦，都當佢有一分好唔好啊？兩分，耶！最後一張你自己揀啦，唉，今次削啊呢個。削削咁點解咧？譬如我話你啊好削啊，點樣點講？好削，不好的。你啊，嘴巴好毒。啊，嘴巴好毒，不是，就很差，很差勁，很差勁，很哎呀，不行啊，就是好削咁樣咯。嚇 ，OK， 今日考詞語都考得幾好啊，唔錯啊，俾掌聲先 ，Rainy。不如果咧，阿 Rainy 出廣東唱片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出广东唱片，成只喎，十二首歌。哇，可唔可以两首？两好多两首先啦，咁样。先出单曲有没有？发 EP，因为我之前跟陈柏宇一起 Jason 对 Jason 一起唱过一首广东的对唱。那我那一次就深深的感觉到。我其实常常讲的广东话都是错的，对，因为广东话分得很细啊，九个音，外面的音，里面的音，然后又要放感情，对。但是既然大家很希望我这么做，我其实自己也会希望，而且我妈妈她觉得我唱广东歌很不一样，真的，对，她说很好听，然后是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也蛮好，蛮好听，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轻轻的感觉，还有如果你要选一个男歌手跟你合唱广东歌，除了 Jason 之外还有谁？也是沈伊森。沈，不是 Jason， 伊森。伊森。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可以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对，然后很好奇我们两个声音搭在一起是什么感觉。还有他是唱歌就是比较好不同跟一般的歌手，他是很疯狂的男生。对，而且他。你不会有那种太多的刻意的技巧。对，所以我觉得跟他合作一定很棒。他是很随性的。对。跟你一样。他比我随性很多。对。那如果 Jason 跟 Eason 你挑一个做你的男朋友你挑哪有这样选Eason 都结婚了我不能选他。对啊。对对。Jason。当朋友，先当朋友，太小了。先当朋友了，先当朋友。他很可爱，他唱歌也是很厉害的，很厉害。因为我们分开录音嘛，我后来听到他的东西很棒啊，很厉害。OK， 咁现在的时候，我哋可以影相了不？拍照要不要 ？OK， 好，来了。Rainy 对 fans 真系非常之好噶，完咗访问即场同 fans 影相，仲自备几个可爱相框添啊。喂 ，Angel 做咩事？